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我真的不想被控制，你们不要再控制我了，行不行？哎，偷偷讲电话，哔哔哔哔哔，没系安全带，汪特救我！我昨天晚上在开什么台？我在介绍世界各地不同的食物。Enchilada 是墨西哥的一个食物，我基本上会把碎肉直接切掉，意大利红酱就可以了，一定要用三色的最好吃。在烤箱里面20分钟，拿出来不得了了，这个就是 Enchilada。啊，现在你给我看这个，这个就是遭爆料直播组，看一下，我身材好像比他们好很多呢。不够吗？会吗？我现在比他们好很多。哎，聊天室，你们会喜欢这种照片吗？你们不觉得这样子的照片跟这样子的脸蛋太不真实了吗？聊天室每次都说不喜欢，可是每次 IG 那种照片都看不出来，越修过的照片，聊天室越喜欢。原本要斗给 MK 的，看在你当大家的备胎份上，就交给你了，娘娘。我为什么要当备胎？那个不是我，这是 NL。我孤儿院也差不多。我想要明天你就不会看见我在开台啦、啊！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开台这么累过。我看这影片，我的眼睛都是涣散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去主持世界大赛3-4年前的事情，我超喜欢 NL 的，还没有成为屁眼侠的时候。屁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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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看到没？哇，太好了！我直接去他台，我妈还不出征他、啊。上次 live 1分钟前什么意思？欧付宝啊，是没有 PayPal 是不是？谢谢你开台了，再不开台我要跳楼。OK， 抖内成功，谢谢50块，谢谢。我就想说，我前几天输太多场了，我想说让自己睡饱看看哦。啊，你睡饱了没？天太好，天太好。其实讲真的，我还是没睡饱、啊。天太好是什么意思？天太好，天太好。哦哇哦，哦哇哦。10分钟，你去看其他男生台，有设这种规定吗？10分钟才可以发言，这是什么奇怪的规定？15岁的台女。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苟不住了，苟不住了。而且我只有他本尊的好友，没有他分身好友。怎样不给凶了是不是？扛孤儿院扛这么辛苦哎、欸，他碰到我是超级客气。MOD 出来见面 ，MOD 出来吃饭，当面凶我，这样才爽快。跟我见面，开玩笑的，我们阿菜最 nice 了。可以叫罗盛元开台吗？我刚刚在叫了，我刚刚在叫了，给他一点时间。我今天本来准备了，想说，哎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南美洲的一些东西，然后看个什么港剧，然后哎打个撸，然后现在哎没有，我直接孤儿院，图奇孤儿院，所有没开台的一线男实况组我都收了。哎 ，UZ 啊，我们打 UZRA， 我现在在密 UZRA 了。还有谁需要开台的吗？全部讲一讲，全部讲一讲，太多了。沙梗 KO 晚一点就会开了 ，JJ 4点以后5点就会开了。妮妮开台没问题，但是现在不可能，全部人都在睡。我以后绝对不早上开，我一定中午过后才开。还是我直接打电话叫罗杰起床啊？我直接打电话，完全不给他们时间，直接逼迫，直接逼，打电话逼。院长出征，寸草不生。怎么又做出这样的梗？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，不能再这样下去。我没有想要当院长的意思啊。奎皮哎，奎皮哎，奎皮在，我们的死臭狗你在。Oh,不是，点兵的狗，挂在我台不开台是什么意思？他们一个一个叫我开台，罗杰、鱼丸，我就看这几个什么时候给我开台。有学习，他还跟Eason排，你们还不满足吗？难道一定要罗成员吗？我怎么突然觉得这台比 NK 台和复古台还好笑？没有，这台不好笑，这台不好笑。快成立天菜孤儿帮，我不要当天菜孤儿帮。干，怕啦，怕啦，聊天室，我怕第一句就是你妈逼。阿姐，喂，阿姐，你还在睡啊？我阿菜啦。哦，干嘛？哎，阿姐，你要不要起来开台？我快被观众弄疯了，他们太想念你了，所以一直出征我的台。哦，没什么事，是不是？没什么事，你要挂了是不是啦？起床了，起床了，你剩几天而已了，加油，阿姐，我支持你的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嗯，晚安，拜拜，晚安。他跟我说晚安，我直接把他吵醒了。刘宇，我疯了。欸，他很感人欸，他睡觉还很努力的起来接我的电话。不过他第一句话说你谁？又没有友谊的小船了，太棒啦。我真的是很好的院长。我跟你们讲，今天你们必定跟定我最大射箭。喂，宝贝，我在开台哦。你好，你好，观众太想你了。你什么时候要开台？我快了。最慢的话是不是明年？而且我跟你讲一件事情。他们两天因为一开始就恩鸟不开台，他们就全部过来这边一整个大闹。之后现在他们就说，欸，我们要罗成员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就说好，我传简讯给他，我想他在睡觉，因为他昨天好像也很晚。打给罗，为什么你知道他在睡觉？不是因为你怎么他跟谁都知道啊？你
是特别关心他，还是你关心所有人？我关心所有人，我是一个大家长的概念。我觉得你不是应该要讲说观众想他，应该说你想他就马上爬起来开一个，你的那个方法。那怎么办？再打一次电话说阿姐，我好想你。我觉得你换个方式打过去。我不行，怎么跟观众一样？山不转路转，罗杰不转天菜转。我现在在密罗杰说，是我啦，想你啦，嘿嘿，这不是很白痴吗？你就打哈哈，其实是我啦，最想你的人是我。好，开台，加油，加油啵啵啵啵。我这是直接入地狱了，这台还能看吗？而且拜托你们，我没有开台，请你们不要去别台说可以叫我们孤儿院院长开台吗？我不想再打电话了，跟你讲，我说到已经做到了，我已经打给罗姐了。不是，你们为什么还需要院长？你们应该自立自强吧？你们实况 UV 是不是？你们不是吧？小朋友再见，明天见。我明天不会见。院长需要去疗愈一下心灵。那我要跟你们讲，你们院长今天就当到这边好不好？院长也是需要有私人时间的。大家再见，大家再见。轰隆隆隆隆隆，冲冲冲冲，拉风，引擎发动，手卡嘛，引擎发动，咚冲，让窗外的风吹动每一个毛孔。我是今夜最稀有的品种。